如何做一个摸得感情的杀手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运用 3D 技术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枪械魅力的杀手。拖更了很久啊，很多人朋友都在催我。最近这个甲方啊，又给我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图纸，探索者生存步枪，让我来打印一下。首先走个流程哦。本视频中出现的材都为树脂模型啊，这个黑色的为尼龙材料，没有任何功能，不可发射，不可改装。教学模型。好的，我们来介绍一下 AR7 查特 Arms 的 AR7 Explorer 生存步枪，带有八发弹匣。这个里面有 bug， 这个长了，还有拖弹板没有，还有16英寸的枪管。该步枪分解后，整个枪支可以塞到托里面。这边由于成本控制哈，甲方没有做这个托，但这边扭下来之后，这三个部件都可以塞到托里面的，用这个盖子盖起来，因为托是塑料的，可以在水中漂浮一段时间。啊，实乃居家旅行杀人必备之良品，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将你的 rifle 装上 magazine。 第一发上膛，这是激发状态，safe， 这是无法开火。在没有上膛的情况下，扳机是无法扣动，这个杆子也拨不动。注意看，讲一下它的后瞄。后瞄准器呢是一种穿孔啊，两端呢都有可以旋转。可以上下调节。忽略我这个梅花螺丝啊，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啊。上下可以调节高程，然后前瞄呢可以调节风量，就是左右，它这个准确度可以在50码左右，打猎啊一些小型比赛都可以了。检查武器，因为弹匣无法正常工作，我们就单发填装，是空弹壳哈。瞄准，射击。